穿越信任危机，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如何正确与用户沟通？不久前，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园区被大雪和雾霭覆盖，这一景象被网友们推上了热搜，哈迷们纷纷惊叹，这是霍格沃茨开学了。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 IP 之一，哈利波特在中国也有大批拥趸，一切与之相关的事件都会受到广泛关注。这款原著官方授权游戏9月初1日上线，就登顶各大游戏下载平台榜单，成为近期最受关注的游戏。在事件平息之后，我们尝试梳理一下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理性分析是非对错，看看这一事件是否可以给游戏开发者、运营者乃至整个游戏行业带来一些启示。但意外发生了，有玩家发现了女性魔法师在遭受咒术攻击时会出现吐舌头的疑似不雅表情。这一事件在11月14日晚间逐步发酵，开始引起广大玩家和工作室的注意。网友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是否只有女性角色出现这个 bug 上。在 bug 修复之后，工作室接连发出几篇致歉信，通过长文、视频结合的方式，直观地向玩家解释技术问题，是消除误会、逐渐赢回用户信任的关键因素。最后，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工作室在此次事件处理中建立起的交流机制和开放机制，可以说是因祸得福的一项微创新，或许能够为其他游戏开发者提供一个参考，缩短玩家与开发者之间的沟通距离，模糊玩家与创作者之间的界限，将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价值。